提醒大家，真的要特别留意梅花台风的最新动态。紧接着是全球现场时间，我们马上把时间交给人美又心善的若怡。好，我们持续来关注到的更多的消息是关于这个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她过世之后呢，现在有很多人也想要知道到底女王的葬礼何时会举行呢，而且会如何来举办呢？那么今天英国的新国王查尔斯他说了，葬礼呢会在这个两周内来举行哦，但是确切的日期呢有待白金汉宫进一步的宣布。根据英国 BBC 的报道呢，未来几天，民众会有机会可以来瞻仰这个灵柩的。BBC 的这个报道里头讲到说呢，等到女王的灵柩送回伦敦之后呢，将会停留在这个西敏宫，会停灵大约四天的时间，让这个外界让民众来瞻仰灵柩，接着才会举行这个国葬仪式。上一位停灵在这个西敏宫的皇室成员就是女王的母亲伊丽莎白王太后，她是在这个2022年的时候逝世的，当时有超过了20万人到场排队来悼念她。那么这个移灵的路线图呢，今天也曝光了，女王的灵柩呢，到时候会先从这个白金汉宫再移送到这个西敏宫的期间呢，沿途会有这个阅兵仪式，那么皇室成员呢也会随行，期间呢这个民众啊可以聚集在街上来观看哦。那么预计呢，伦敦皇家公园也可能会设置有大荧幕来直播整个现场。那么关于这个灵柩的本身呢，据 BBC 的报道，灵柩上头会这个盖上王旗，进入了西敏宫之后呢，会再把这个帝国的皇冠还有这个宝珠啦以及权杖都放在这个灵柩上面，接着会再进行一个简短的追悼仪式，最后开放给民众来瞻仰。预计呢，这个丧礼结束之后，女王的灵柩将会离开西敏寺，那么沿途呢会经过伦敦的海德公园的威灵顿拱门之后，会再乘坐这个灵车前往温莎目的地，就是温莎城堡。预料呢，女王将会在这个温莎城堡乔治六世纪念礼拜堂的私人墓园下葬，因为包括女王的父亲乔治六世、女王的妹妹玛格丽特公主，还有她的丈夫菲利普亲王，全部都是葬在同一个地点。好，那么很多人想知道，那到底会不会有这个公众纪念活动？前面提到了会有这个女王灵柩呢，将会停在这个西敏宫的这个西敏厅里头，大约四天的时间，让外界瞻仰。那么国葬的时间地点呢？今天查尔斯三世是表示两周内会在西敏寺举行哦，有可能，但详细的日期地点有待这个白金汉宫来公布。外界就预期说呢，地点就有可能在西敏寺，那么也会让这个女王成为呢自1760年以来第一位在西敏寺举行葬礼的元首。那么也预期呢，世界各国的政要啦还有元首也都将会亲自出席。对此 CNN 有新的报道，一起来听。 The funeral we know will be within the next 10 to 14 days. The details aren't or certainly haven't been made public yet. We do though know that Joe Biden, the US president, will be attending. He said as much yesterday. Do you expect this to be an event which will see people, leade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coming here to the UK to pay their respects? I think absolutely. Those countries that have had long and historic connections with the United Kingdom, the United States, of course, breaking away, you know, several centuries ago, but those parts of the Commonwealth, we will expect to see their leaders here, Australia, New Zealand, Canada, the European countries that have so much been part and partnership with the United Kingdom.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呢，将会在伦敦时间10号的上午10点哦，也就是台湾时间今天下午的5点，召开一场这个登基会议。他会呢，在这个正式宣告继任即位。一起来听 CNN 主播的报道。In just a few hours, the new king, Charles III, will be officially proclaimed as its known sovereign of the UK
and the Commonwealth. And the centuries-old ceremony will take place at St James's Palace in London, just 100 yards or so along the mile from here. The Accession Council will formally bestow the title of King on Charles, with the principal proclamation expected in about 3 hours.那查尔斯呢，身为这个后位最久的王储以及最年长的新国王，尽管目前呢已经是自动继位了，但很可能还需要长达几个月的时间才能举行官方的加冕仪式。因为这个加冕仪式呢，必须要由王室典礼官谨慎的规划。像是当年呢，这个伊丽莎白二世哦，女王继位是在16个月之后才完成了加冕。伊丽莎白二世呢，她在位70年哦，不仅是英国女王，更是由这个56个主权独立国家组成的大英国协元首。她的存在呢，一直都是稳定民心的象征。如今她与世长辞哦，继位的查尔斯三世被外界认为说呢，她的声望远不及她的母亲，使得这个澳洲啦，还有加勒比海等国家出现了脱英声浪。而一直以来与英格兰同床异梦的苏格兰，也即将在明年呢要举行这个脱英公投，一连串的骨牌效应呢是蓄势待发。英国伦敦西敏寺教堂敲响钟声，向逝世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致意，降下一半的英国国旗随风飘扬，整个英国弥漫着悲伤气氛。白金汉宫前也聚集了大批民众，可见女王在人民心中非凡地位。Really remarkable figure, you know, she's been leader of this country for so many decades. It's really more longer than a lot of people have been alive. So, yeah, I mean, she's been sort of a constant in a lot of people's lives in this country and all around the world. So, yeah, I mean, it's a very sad day. 除了民众，英国演艺圈同样深感哀痛。以007情报员詹姆斯·庞德红遍全球的英国男星丹尼尔·克雷格发声明悼念，表示自己与王室同在。2012年，他曾与女王合体演出伦敦奥运开幕影片，如今已成追忆。而英国流行乐传奇歌手艾尔顿·强更在演唱会上公开致哀，表示自己会永怀女王。I'm 75. She's been with me all my life, and I feel very sad.That she won't be with me anymore. But I'm glad she's at peace, and I'm glad she's at rest. 伊丽莎白二世不仅是英国女王，更是由56个主权独立国家组成的大英国协元首。但继任的国王查尔斯三世声望低迷，使得澳洲与加勒比海等国家开始出现脱英声浪。而一直以来与英格兰同床异梦的苏格兰，同样蠢蠢欲动。You know, he's kind of old himself, so you know it's just William should have got it in my opinion, just economy wise. Later on in the long run, not having to change things back again. But yeah, I mean, I think he can do some good.一旦明年苏格兰脱英公投过关，恐怕将掀起北爱尔兰和威尔斯骨牌效应跟进。新国王查尔斯三世是否能延续母亲伊丽莎白二世威望，避免日不落帝国无法避免的日暮西山，成为他力挽狂澜的当务之急？记者蔡欣晨报道。旺旺水神抗菌液，它的成分呢是维酸性电解次氯酸水，它呢跟病毒作用还原之后呢，它是还原成水的，所以对人体包含孕妇对儿童都没有影响。重要的是它一天用上好几千次好几百次都没有问题哦。很好奇在哪里买吧，直接上快点购。